抢工振兴五倍券商机，云林县政府推出了2021由云林三大好促销活动，包括了在云林县内指定的地点以现金或五倍券消费，就能够直接领取 10% 的现金回馈，再来可以抽百万电动车，最后是县政府会将消费发票转送给弱势团体。活动将从10月8号登场，持续到明年4月底，期盼再为云林县带动经济，再创更高的观光收入。云林县拼观光冲经济，去年观光人数突破千万人，创造200亿观光产值好成绩。接下来配合中央发放振兴五倍券，云林县政府祭出三好活动，要吸引民众来云林消费。第一好，换现金最好，只要你把振兴券花在云林县，第一个呢可以领到10% 的现金回馈，只要民众在云林县指定的饭店、民宿或观光工厂等地点使用现金或五倍券，消费满500就能够回馈10%现金，直接领取，每人最高回馈500元。另外，凭500元消费发票就能抽价值150万的电动车以及发票做公益，再创新一波观光商机。不管是走宫庙的宗教朝圣路线，还是大自然的景观的部分，这个五倍券哦，在这里可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应。这波活动将从10月8号持续到明年4月30，头奖就是百万的电动车。另外还有月月抽奖，像是电动机车、手机、游乐园、五星级饭店住宿券及门票等各式各样好礼，绝对要让游客带五倍券来云林消费，物超所值。记者郭正义，云林采访报道。